现在已经是去西贡的路上面啦。咁西贡是众所周知狗狗的天堂啦，因为每个周末呢都好多人去嗰放狗，咁亦都有好多嘅食肆呢係欢迎带狗嘅。哇好泡。咁我哋今日呢会介绍嘅地方呢就係、是、康文署最近先至增设嘅宠物共享公园啦。睇下呢度好多狗狗餐厅㗎。哎呀哎呀大部分的餐厅都会有室外座位可以带狗仔。好感动啊，第一次见有宠物专用洗衣机。就在西贡市中心赛马会的对面就是福民花园啦，是西贡的新地标来的。它有个很大的雕塑，不知道有架好像龙舟那样的雕塑。但也比想象中小。是咯，有架船，跟住有隻龙舟。呢度环境就靓啲咯，啲园艺整得几好嘅。不过就好近马路喎，同埋一眼睇晒咯。呢个就系传说中嘅维修中的帆船。Coffee 好惊呢个人啊 ，Coffee， 佢另外呢一边都系福民花园嚟嘅，不过都系非常小，几条巷仔咯。但我觉得西贡呢边就比起上次青衣嗰两个公园咧，就干净啲啦，同埋园艺都靓啲，有心机啲嘅。哇，原来窝尾休憩公园都几偏僻下噶，喺西贡市中心揸车去都要十几二十分钟啊，系咪到啊？系咪呢度咧？好清幽啊，地方。狗仔旅行团，我哋而家去到第二个景点啦，请你收拾你嘅随身物品，跟住落车啦，姐姐。团友好激动，团友激动。系啦，落车啦，落车啦。无记者骑啲啊，千里迢迢去到呢个与世隔绝嘅西贡地方去睇，四围都系啲山边啊咁嘅地方嚟嘅。呢个好细个嘅啫，咁样。窝尾休憩花园唔系啩？睇我哋千里迢迢揸二十分钟车由西贡嗰度嚟到呢个窝尾休憩花园，一个字形容细。哇，不过包场咯，同埋啲空气都唔错嘅。呢个公园真系冇乜必要，都唔好嚟啊！特别入夜嘅时候咧，好多蚊啊！战地记者 Teddy 采访完毕。